南投县新的梅林沙溪发展中心就会拆个起工，五彩铁路人家年纪如果太热，我所沙溪就贴片邀请的本梅国中的学生的来特殊整理打包文物馆的东西，韩国嘉宾阿提好高的教室，我先向公所就讲，希望提新的出业金钱就快请抢来，安尼贵个重建工厂就做得顺势来进行。所有的老照片都收进箱子里。被美国中学生利用有限的时间来梅林社区探索整理二楼文物馆的东西，先从 Q 的相片种种起来，搁插拍电视卡，规台青年 Q 下来做东夹子做好。其实能够为社区这样，那就是帮他们一些忙，就是也是为我们自己好，然后这样一起分工合作。从来就是他的安多些，写个很叫爱。嘛，因种东西啊，一板夹条写讲魔法图啦，啊，那条生意嘞啊吼，夹条手脚较利，好较夹，啊，本夹条来安尼板啦吼，咱唔会，咱嘛讲诶，唔会到落方言书添啦。研究社区发展中心筹备了后，关怀起点暂时三亿是回收，所以这个文物没有那么侵入回收身边境，好搞特别侵入部分的空间，帮社区用。预计在三月底之前来完成哈，来新建这个社区的新建案这样子。那目前也请社区在四月一号以前都要净空，包括卫生室的部分也一并净空，让孩子去参与这个文物馆的最后这些照片，跟他们介绍这里在地的文化，那顺道就帮忙把这些文物照片把它移到这边来存放。每年社区讲，甚至还有众多文物好高无位数好病，连板都直接潜学校的场所，希望十年的进程实体变开来，帮重建工程顺势开始。看看新闻的彭琪南投报道。